作为中国小硅谷，深圳南山有着一大批高科技企业，其中有三栋楼宇特别引人关注，他们就是 BAT 在深圳的总部运营大楼。一、百度国际大楼，高度为181米，由东西两塔组成，可容纳员工上万名，既是百度的华南总部，也是国际总部和深圳研发中心。二、阿里巴巴深圳运营中心，坐落在深圳湾人才公园旁，与深圳湾一号为邻，由地上四栋塔楼及附属群楼组成，因为酷似集装箱，也被称为集装箱大厦。三、腾讯滨海大厦，也是腾讯的全球总部基地，作为南山区最引人关注的大麻花，它由一座248米和一座194米的南北塔楼组成，三个不同高度的连接层象征着互联网世界各个角落的连通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